次呢，就是我们带来的这个四足机器人呢，它是经过一个 AI 的训练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前的四足机器人，它可能会稍微的机械一点，因为它之前是通过传统模型提前写好它的一些运动模式的。那这次呢，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系统以及我们大数据的一个训练，那它就具有了一个对地形以及自己步态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它更加仿生，更像狗，更像动物，甚至可以就是让这个四条腿的狗两只脚也能够站起来，而且我给到它外部干扰也能保持平衡，这其实都得益于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些训练。